没有任何一个人。老猴，又收一个慢动作。哎 ，A Q 走了，平 A 不灭，平 A 吃药。抽一下斩不灭，给你个肥皂。平 A 吃药，平 A 抽一下，平 A 接点烟，闪现一死。啊！这波我升了，升慢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操！这波升慢了，还好啊，兵线进塔了。升的这么慢，不亏啊，亏倒不是那么很亏，啊，这兵线还行，可以接受。为啥不吃饼干？吃饼干也死，还不如留个饼干30块钱。那塔打必死，那二级越塔没个跑，抠一下。骗你肥皂 ，Q 一下，平 A 上墙，平 A， 平 A，Q 一下，哎呦我老猴，打扮就好了。你们说这波我不打他那个假身，直接追着他。追着他撇那假猴能死不？不是撇那真猴能死不？你们说，还是说他有位移我追不上了？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你说我一直往前跑，追着他撇个肥皂能撇死不？应该能哈，因为我有皮牌呀。这波不够细，粗了。刚才那波不够细啊！撇你个肥皂 ！Q 一下，打不灭 ！Q 一下接平 A， 撇肥皂。打不着，略略略，抠一下。一 A 打不着，抠一下，自己给自己顶死了。我们这 W 技能老克着猴了，他俩技能一个都放不了，禁止释放，复地。谁允许你玩猴的？吃他一个塔皮，好像吃不掉，算了吧。补个兵走了。先来个小日炎吧。三项小炮厉害，不行那三项。我的炮车呀，
那老猴凭什么跟我打呢？那老猴啊，那老猴，我一六级小炮，你给我打啥呀？马上这猴啊就会一直一直一直，哎，对面还全 AD 的呀，那我这小炮我都无敌了。哎，你给我上墙吃饼干减速，查眼儿，撇肥皂，干啥呢猴？啥意思啊？哎，我没顶过他，吃个小饼干。哎呦我天，完了，猴来了。为啥我没顶过他呢？凭啥呢？哎，你说那人马一般都让我挡下来了，为啥我顶他还能给我顶回来呢？这是不是 bug？这绝对是 bug 吧。咱也不是说狼了，为啥我没顶过他？凭什么他一完他给我顶了啊，我给他挡了，晚上我啪我一个一他没顶过他，他给我顶回来了，还在这样呢。不可阻挡，哪有不可阻挡，那大招不可阻挡。先来个日炎，这就是 bug 呀，打个红去，下回还是得慢点，等他顶完了，哎，我们再放 E。好吧，我承认我迷路。这老猴为啥搁这打野呀？啊，你俩能打过我？你俩开玩笑吧？嗯？哎呦我这俩伤害咋那么高呢？我一日炎小炮让他俩给我秒了，不应该呀、啊！这那猴没蓝，这波给我秒了，我没太看明白。那不算啥，躺持久战。可能是因为没有小反甲与布甲还日炎，还是护甲不够高，一百，刚才只有一百护甲，还是有点低，一百五刚才护甲应该打我就不掉血了。啊、哦！我说的嘛，这猴出的穿甲，我老破猴，还出穿甲，还不动，还，啊，老猴，我先给你个肥皂，我再抽你一下，老猴。我给你一上墙扣一下 W 撇肥皂，你干哈呢？跟我面前回城，我在等技能蓄力，你在等什么？
哎，哎呦，杀我！起飞吧！左手，每一步都是更接近目标的一步。没上墙，他怎么跑那么快呀？哎，你这人马没完了是吧？行啊，小伙子，我已经明白你的脑袋是如此的铁了啊！我已经明白明了了。我有一个特点，闪现人马，记着点啊，不是疾跑人马。刚其实没顶上墙，正常我顶上墙我能反杀他，我不跟你们吹，真的，我反杀他是随便杀的。刚才你真哎呦我的妈呀，猴哥，希望你打人掉点血。希望你打人掉点血。我希望你打人掉点血。头喜欢铁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你在干什么？喜欢头铁，头硬。为什么给我刮痧？完了，为了一波细节忘记脱落了，那咋没语音提示呢？猴哥挺不怕死啊，我一看。没血了。我这大冰心怎么样？我要不要先来个大冰心？我决定这把先来个大冰心吧。因为啥呢？因为这个每回这小炮的蓝都不够用，我发现。这英雄可费蓝了，这蓝不够用，每回一打打起来蓝就没了。如果你在来一个吧，还能加点减息地，然后还能加点那什么，还能隔挡伤害，哇，一举三得呀。大陆兵线没收，算了，不要了，那点兵。把中路塔拔了。哦，卡塔丁可以。你说人家玩那卡塔丁怎么运气那么好呢？几个人啊？就你一个呀？就你一个敢干塔架？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能打过我，小伙子？你在干嘛？我右吗？我右吧，没见过这么右的吧？让你见一见。
哦，人有点多。猴杀的我吗？应该让猴杀的，这猴值钱就好了。我还是来这个吧。不要聚酒了，这把反甲板甲配个聚酒行，反甲板甲配聚酒。先出聚酒没啥用，我先得右去了。有视野吗？没有视野，跟我来来，给我死来！我听说卡莎要起飞，上墙来！这瑞饼能扛住吗？还行啊，瑞饼。呀，投降了。